离2024还有一段距离，但是说实话，选战其实已经开始开打了。拜登上个星期签署了同婚法，彻底的改变婚姻的定义。签署仪式实在是太恶心，我不知道为什么这个样子摧毁时代的影片可以在电视上面播放。他把白宫弄成了六色彩虹旗，而且还说美国本来就是一个无神论的国家，可以从独立宣言就可以看到。很明显，他们根本没看过独立宣言。不只是这样，这个法案还摧毁了美国宪法的 Bill of Rights 人权法案。同时，川普也有动作了，他上个星期四发布了重要讯息。根据他自己说的是重要中的重要，他前一天才说他当上总统之后要开除一堆人，要保护言论自由、宗教自由，隔了一天又有重要消息要发布，会是什么呢？我们今天好好来讨论一下。在我们开始之前，请你去我们的网站 loveainews.com， 或是直接到下面参加我们 Coffee 的会员，直接支持我们现在在做的事情。我们从来没有跟 Google 或者是 YouTube 上面的广告得到任何的收入。这个频道是100%由像你这个样子的观众来支持着的。我们需要我们自己的媒体，我们需要真正使用圣经的角度来看现在发生的事情。翻转这个时代需要由你跟我们一起努力，而且坚持。所以请加入我们的会员，帮我们按赞订阅我们的频道，最重要的是分享这个影片。如果你也想要一起抵抗我们现在的文化价值观被左派侵袭的话，分享这个影片当这个新闻频道的后盾。我们也欢迎所有教会来支持我们的事工，欢迎保守派的企业来买我们的广告，我们很需要各位的帮忙。我是 Eden， 欢迎回到今天的 AI News。上个星期 ，Joe Biden 把白宫弄成了同性恋的六色旗，而且还举办了一个签署仪式，带着一个什么恋童癖的变装皇后一起参加签署了一个彻底改变婚姻的法案。这个签署不只改变了婚姻原有的价值跟意义，而且基本上是废除了基督徒、犹太人、穆斯林，甚至所有有脑的无神论或者是没有宗教的人对于婚姻的定义。但是奇怪的是，这还不是整个活动最夸张的地方。整个签署活动最恶心的地方是 Joe Biden 走上台，把这一切肮脏的、污秽、无耻的东西跟我们的独立宣言扯在一起。This law matters to every single American, no matter who you are or who you love. This shouldn't be about conservative or liberal, red or blue. No, this is about realizing the promise of the Declaration of Independence.A promise rooted in a sacred and secular beliefs. A promise that we're all created equal. OK， 我们就先不要讨论婚姻，我们就先不要讨论当下的什么那个变装皇后、什么恋童癖、什么白宫被搞成同性恋六色旗。这个人，我不叫他总统，因为他根本就没有资格当美国总统，甚至没有资格当美国人。他竟然说美国的独立宣言是建立在神圣的世俗信仰，光这一点就非常矛盾了。因为神圣跟世俗是两个反义词，神圣代表就是跟神的连结，世俗是没有跟神连结。一个东西事物不可能同时又是神圣的然后又是世俗的，只有可能是其中一个。而且当我们提到美国独立宣言的时候，我们一直以来都知道应该是哪一个，当然就是神圣的。如果你还不知道的话，我们提到独立宣言的时候，就算没有读过独立宣言的人也知道它的第一句。我们认为下面这些真理是不证自明的，人人生而平等，造物主赋予他们若干不可剥夺的权利，其中包括生命权、自由权、追求幸福的权利。整个独立宣言的意义就是在讲说，我们有不可剥夺的权利，因为这些权利是神给人的，没有神就没有权利，这个就是这个国家的基础。但是拜登一定要把这个世俗的价值观高举，因为他知道这个法律彻底的改变了婚姻的定义。但是事实上就是其实并没有重新定义婚姻，因为重新定义婚姻在7年前的最高法院就已经重新定义了。这个法律的目的是要来打压宗教，是要来处罚
犹太教、基督教、穆斯林在我们公共场合里面传达我们的信仰，是要把神以及所有追随神的人从公众当中驱逐。这个的确重新定义了婚姻，但是为的是有更广大的目的。因为这些激进的人士知道，他们如果可以重新定义社会最基础价值的核心的话，他们就可以改变整个政治的形式。上个星期 Felicia 已经报过这个真的太恶心，大概已经是就是政治场合里面有史以来最恶心的活动了。本来还可以更恶心的，就是拜登可能应该还可以邀请他那个核能废料处长 Sam Brinton， 就穿着女装、涂着口红、穿着高跟鞋、拿着个狗链，然后牵着一个全身穿皮衣的男朋友出来。But 他因为在机场偷女生的行李箱两次还是三次被逮捕，而且现在已经被开除了，所以现在已经是比较好的 version 的这个变态仪式了。Joe Biden 这次真的是全力的倾巢而出，而且他说这个法律代表着美国所有的美好、所有的良善。You know, there's nothing more decent, more dignified, more American that we're about what we're doing here today.It's about who we are as a nation. It's about the substance of our laws. It's about being true to the best of the soul of America. Decency, dignity, love. 不管你对这个法律的看法是怎样，不管你对婚姻的看法，婚姻对你来说是什么？没有更好的，没有更良善的。或许你不同意我对于婚姻的看法，你不同意我认为说婚姻是有意义的，但是你在这边跟我说，没有任何其他东西比一堆性变态在白宫里面开同性恋趴、恋童癖趴还要美好、还要良善、还要更美国。就算你觉得这个彩虹白宫同性恋趴是个好事，会比一个就是扶着一个老奶奶过马路来的良善，会比就是发食物给流浪汉吃还要良善。就是我很难想象白宫同性恋趴是美国最美好的一面、最良善的、是最美国价值的东西。那他的理由是在说，为什么这个这么良善、这么美好，是因为我们的这个 LGBTQIA+ 这些族群长期以来被打压、长期以来被压迫，所以我们必须要偿还这个错误，我们必须要更正这个邪恶。Justice Thomas went even further, and he wrote the following quote.We should reconsider all the court's substantive due process precedents, including Griswold, Lawrence, Obergefell. That means he thinks we should reconsider whether you got the right to access to contraception. And yes, we should reconsider whether you have the right to marry who you love. And that's not only the challenge ahead. When a person can be married in the morning,and thrown out of a restaurant for being gay in the afternoon, this is still wrong. It's still wrong. Okay, 这还是错误的事情。当然，这两件事情都不可能在美国发生。同性恋一直以来都可以结婚，因为婚姻是有意义的，而且婚姻代表了一男一女的结合。婚姻一直以来都是一个宗教的仪式，也就表示说，两个男的他不能跟彼此结婚，他们要的话。当然可以，就是一起买房子，一起生活，然后彼此去医院探望，从来就没有人反对他们在做这样的事情。Civil right 也是帮助他们完成这件事情，但是他们不可以结婚，他们不可能结婚，因为这不是结婚的定义，而且他们也不会被餐厅踢出去，只因为他们是同性恋，这就不是一个在美国会发生的事情。各位知道在美国现在发生什么样的事情吗？保守派被踢出餐厅，基督徒被踢出餐厅。这个是拜登这个演讲大概一个星期前才发生的事。Felicia 跟我对这个有做一个深入的报道。保守派被踢下飞机，因为戴着什么 MAGA 的帽子。保守派被公司开除了，因为他的这个政治倾向。基督徒的老板被告，因为他在办公室门口贴了一段经文，然后被说成是压迫人的宗教自由。在美国，没有任何人把同性恋、黑人、穆斯林，任何左派在说被打压这些族群。其实都没有被打压，在这个国家被打压的就只有保守派还有基督徒而已。所以 Joe Biden 签的这个法律没有在解决任何东西，这个法律的目的只是要加强的合理化打压基督徒、犹太教徒、穆斯林或者是任何其他有基本常识的人而已。
这个法律并没有重新定义婚姻，因为婚姻早就被最高法院重新定义了。这个法律在做的事情就是废除了1996年签订的 Defense of Marriage Act 捍卫婚姻法案，而且合理化攻击基督徒、攻击犹太教徒、攻击穆斯林，让他们的生活变得很惨，他们的公司可以随便被告，无限的被骚扰。而且我们已经知道会有这样的事情发生了，科罗拉多州的这个蛋糕店 Jack Phillip， 现在他们会说法律保障我可以压迫你，法律允许我这个样做，任何人起来反抗他们的，不像巴利跪的，不像马门下跪的，不对着那个尼布甲尼撒雕像下跪的，全部都可以被合理的攻击。而且这不只是只有民主党投这样的票，共和党也投了。OK， 参议院的投票比例结果是61-36，所以在我们的参议院里面有一堆完全没有骨气、软绵绵左派无脊椎生物，我们的这个共和党党员在里面，像 Mitt Romney 那个样子的，这个就是保守派基督教价值观的美国如何慢慢的死去。我们不断的妥协，想说接受多元，耶稣也一起跟罪人吃饭啊，耶稣也爱罪人啊，但是前提是那些人悔改、那些人改变、那些人心意更新而变化了，我们却为了要表示我们也很爱人，最后连罪也一起爱。我们失去目标跟方向的话，就会变成那罪的一部分，死亡的一部分。说到失去目标跟方向，我一直在考虑要不要写这个新闻，因为我知道我只要讲了这个新闻，铁定有一堆人会出来骂，说什么我是什么 deep state 之类的。但是我认为我有义务要来报这个新闻，而且我已经不是第一次说，就是我们要拨乱反正的方法，不是川普，不是 DeSantis， 不是共和党，是我们坚定的跟随耶稣，彻底的改变我们的文化跟价值观。上上个礼拜，川普发出了声明，说上个星期四有重大事情要宣布，全部都大写 capital， 而且后面还有惊叹号。大家都在猜他是不是要宣布他的副总统是谁，他要跟谁一起合作冲这个总统大位。Carrie Lake 吗？最近才跟他吃饭呢，而且最近这个亚利桑那州又成功告赢了，对不对？亚利桑那州这个选举，还是川普要宣布他支持谁？是不是跟共和党众议院的这个议长有关？还是他跟左派说的一样，他要叫美国人起来，推翻这个政府，然后撕毁宪法了，然后川普要政变了？结果川普宣布，他要开始卖很贵的在电脑上的网路上的卡通的自己，他把自己做成了一个 Pokemon Go 里面的这个皮卡丘，还是游戏王里面那个青眼白龙，我不知道，我两个都没看，不过这是川普最新的产品。Hello everyone, this is Donald Trump, hopefully your favorite president of all time, better than Lincoln, better than Washington, with an important announcement to make.I'm doing my first official Donald J. Trump NFT collection right here and right now. They're called Trump Digital Trading Cards. These cards feature some of the really incredible artwork pertaining to my life and my career. It's been very exciting. You can collect your Trump digital cards just like a baseball card or other collectibles. Here's one of the best parts. Each card comes with an automatic chance to win amazing prizes like dinner with me. I don't know if that's an amazing prize, but it's what we have. Or golf with you and a group of your friends at one of my beautiful golf courses, and they are beautiful. I'm also doing Zoom calls, a one-on-one meeting, autographing memorabilia, and so much more. We're doing a lot.My official Trump digital trading cards are $99, which doesn't sound like very much for what you're getting. Buy one and you will join a very exclusive community. It's my community. And I think it's something you're going to like and you're going to like it a lot. They also make perfect gifts. So you can buy them with your credit card or crypto. All you need is an email address. Go to collecttrumpcards.com.And buy your Trump digital trading cards right now before they are all gone, and they will be gone. 首先，我必须说，就是很好笑，很不同。
奖品是可以跟我吃晚餐。我不知道这个有没有很 amazing, but that's what we got. 很有趣，很博版面，很像是在嘲笑左派，但是就只是这个样子而已。这看起来会是参选总统的人做的事情吗？不过好消息是，这个卡片在短短的一天内就全部卖完了，这一切都是个玩笑。那对我来说，川普一直以来都很好笑，在2016的时候，他的搞笑功力达到了一个巅峰。但是在2016的时候，他的好笑是有目的的，是有目标的。他开非法移民的玩笑，目的是要我们管好我们的这个边境管理，封锁我们那边边境的漏洞。他说什么？They're all rapists, they're all murder, 他们都是强奸犯，他们都是杀人犯。就算这些里面的人，还是有一些好人。这个是个很好笑的玩笑，而且里面有很多实话在里面。而且这个玩笑是有政治目的的，是有目标的。他当时开那个 TPP Trans-Pacific Partnership 的玩笑，嘲笑奥巴马软弱，最主要是要保护美国的劳工，让美国企业可以在国际上面可以公平的竞争。他开玩笑把所有的主流媒体都说成是fake news， 为了要打击这些媒体不断在说谎的事实。那刚刚那个广告好像是在嘲笑现在的超级英雄的文化吗？然后同时卖很贵的 JPEG 的图档，我们都很希望川普可以继续这么有趣，但是我们不想要川普打造的 MAGA 运动变成一个轻浮的象征。他有权利可以使用任何的方式来去筹款，他也需要用所有的方式来筹款到2024，因为大家都应该都知道2024是一个非常贵的一个选举，外加上通货膨胀，不知道到时候会变成什么样子。但是我想要针对的是川普这个广告，真的是失去了方向。现在还很早，他还有能力，也还有机会找到2024竞选的方向。但是$100一张网络上的图片的持有权，不会赢得2024。我知道还有两年，我知道川普现在也没有公职，他现在其实在政治上面能做的事情不多，所以目前他最大的对手 Ron DeSantis 可以做很多事情，因为他是一个非常成功的州长。但是川普不可以当一个轻浮的人，他可以当一个很可爱的人，抱着国旗亲，他可以当一个很好笑的人，甚至可以当一个没有礼貌的人，这些反而可以帮助他跟那些什么刻板印象的政治人物做一个区分。普通的政治人物就是没有像川普这样的明星架势，明星特质。川普是大概这过去这40年最大的政治明星，最大的好莱坞明星，世界明星。但是 JPEG 这个图档不会帮助他赢得初选。就在同一个星期，川普发布了这个 JPEG 100的这个川普游戏卡。DeSantis 发布了要调查那个制药商，而且还要起诉那些使用疫苗跟新冠肺炎伤害佛州人跟那些公司。身为一个投票给共和党的人，我比较在乎后者。事实就是，我不知道现在川普能做什么，但是他必须看起来是有目标的，是要继续在带领这个 MAGA 运动的。这个广告出来，就连保守派的人都出来开始呛他，连 Steve Bannon 都出来说他不知道川普在想什么。我们想到2016的总统大选的时候，如果我们回顾的话，我们会知道川普不是整个选举的这个意义核心。他的确他会把他的名字到处放 ，OK， 过去40年都是这个样子。他把自己的名字搞得就是金光闪闪、金色的 A Golden Trump， 然后放在大楼上面，大楼最顶端。但是当时2016的时候，我们会觉得说，那个人竞选是为了人民，是为了保守派、基督徒，受够了奥巴马的左派激进教育跟滥情的声音出来了。川普成为了我们的发声筒 ，He become our voice， 这是他整个竞选的时候的方向。当时如果各位还记得的话，当时希拉蕊的竞选台词是 "I'm with her"， 我跟她站在一起。然后川普竞选的台词是 "I'm with you"， 我跟你站在一起。他用了一个反客为主的一个战略方式，成为了保守派的代表人物。我们会觉得这个人这个样子做是为了我们，对不对？他有钱、有闲、有名气，什么都不缺，他不需要做这些东西。他会烧很多钱，他会被抹黑，他的生活品质差很多。但是他会出来竞选是为了我们。那个广告我看不出来是为了什么，是要修改贸易条件，维护边境安全，降低通货膨胀，还是只是纯粹一个玩笑而已。我喜欢开玩笑，我喜欢嘲笑左派，
但是我希望我取笑他们的时候是有目的的。川普之前的整个能量是很充足的，是很冲的。我们会建立一个大陪审团，然后要把你关起来 ，Dr. Fauci。这个能量是开玩笑或者是嘲讽的重点。2016总统辩论的时候，希拉蕊在那个辩论会上面说：“我不会想要住在一个国家，然后川普是总统。”然后川普就回答 ：“Yeah, because you will be in jail。”当然啊，因为你会进监狱，你就赞帅，没错，把他关起来最好，这是全民的希望。但是目前把持着这个能量的是 Ron DeSantis， 并不是川普。我们跟普通那些右派的频道很不一样，那种纯粹就是挺川普的频道很不一样。我们知道各位喜欢看什么，就是川普很好，川普会来拯救美国，只要他当选，一切就好，他是神的仆人。普丁也是神的仆人，习近平也是神的仆人。我们不一样，我们是基督徒。我们做的一切评论是要以圣经的角度为主要的观点，我们要做的事情是要来翻转这个时代，翻转这个价值观，翻转文化，不是为了要取悦各位观众的。就像川普开玩笑一样，玩笑要有目的才可以，不然就会跟拜登把白宫搞成彩虹旗一样，纯粹是一个 no ni no colu 的玩笑。那些自称保守派在那边攻击，只因为我们说川普哪里哪里做错了，我很了解你们的心态。各位可以想想看，为什么左派会这么讨厌川普？因为他们认为川普原本应该是他们的人才对。他很有钱，他讲话很直接，他在好莱坞客串了这么多电影，上了这么多节目，他在左派的圈子里面是个大红人。川普怎么可能会是一个保守派呢？怎么会加入共和党呢？所以对他们来说，川普是个叛徒。现在伊朗马斯克对他们来说也是这个样子。对他们来说，伊朗马斯克也是个背叛者，所以开始全面的讨伐他们。所以会有很多人看我们在批评川普，会认为说我们也是背叛者。因为说穿了，他们以为我们会跟他们一样，当一个不敢说实话，把川普当偶像来拜，认为自己没有任何能力，也没有办法做任何事情，也不想做任何事情，只会在那边说祷告，说风凉话，虚假的基督徒而已。但是我们不是，我们是这辈子决定要把我们的生命来传讲真理事实的基督徒，我们不要做一个假冒、伪善、虚伪的假先知。感谢大家收看，我是 Ethan， 更多美国情报，请持续关注 AI News。